非但如此，张嘉译的新剧《少年派二》也开启了火热播映。这之外，由杨紫和程毅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也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好。有必要指出，在上述几部剧中，《沉香如屑》的存在感最为特殊。就收视数据来看，本剧是近期网播热度最高的影视剧。然而，该剧在豆瓣上的口碑，朱军还是自行眼见为实吧。于是问题来了，为啥《沉香如屑》的收视与口碑会存在如此大的反差？抱着好奇心，小生我追了几集《沉香如屑》，心中的疑问也多少有了解答。首先，影视剧《沉香如屑》改编自网络作家苏墨的小说，而就目前的剧集来看，剧版《沉香如屑》对原著小说的还原度还是蛮高的。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小说《沉香如屑》诞生于十年前，而在这十年里，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的审美口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《沉香如屑》的剧情主打神仙虐恋情节主题，而这早就被其他国产仙侠剧给拍烂了，而观众同样也早就腻歪了。这也意味着，哪怕《沉香如屑》的原著曾经是开启这一流派的先驱，但它改编成电视剧后，如今的观众追看起来也会觉得俗套无趣，甚至是老土。除了剧情，本剧的演员的服化道与演技也有着比较突出的问题。反观另一位主演杨紫的表现就很值得商榷了。如果说杨紫在本剧中的颜值不在线只是其一，那么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由孟子义饰演的女二芷溪。剧中的芷溪是严淡的姐姐，两人同框的画面是这样的，动图下孟子义对杨紫的颜值打击更是堪称爆杀。不仅是杨紫，本剧的男二号演员张瑞的剧中妆容也很让人无语，瞧瞧这让人无话可说的刘海。当然，沉香如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，还有让人一眼觉得假的拉胯特效，比如这样，还有这样，你怎么看待沉香如屑？